民进党南投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蔡明轩，由太太以及支持者陪同抽签，其中有人远从加拿大飞回国力挺。我们是从加拿大跟美国旅居在外面的台侨，然后这次我们大家都是自动自发，然后我们大家用自己的力量，然后从飞了12000多公里回到我们的故乡来，希望说这次重要的选举大家会当吼用东团结。蔡明轩抽中3号，立马比出招牌 OK 3的手势。啊，跟我们一直以来哦，就是 OK 耍，交给明轩兄 OK 哈，我们的也是一样的哈，也是期许哈，明轩未来一定要好好为吴锡先来努力。对手马文君则领军 cosplay 团，支持者扮演美国队长、蜘蛛人、超人、动漫人物等造型陪同抽签。马文君女士抽中1号签。南投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蓝绿阵营1号 PK 3号，宣战进入倒数阶段，各大选举造势场陆续公布，在投票前赖萧佩将至少在南投连办2场大造势，力拼翻转。可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在南投造势场却是零，被外界质疑是否忧心被卷入争议之中。我们大型造势是在台中联合举办，那还是有大咖还是会到南投来，赵少康还是会下来在这边一起造势。国民党大型造势日程表独圈南投场次，马文君也只透露赵少康会安排辅选行程，并无提及侯友宜，其中有无其他原因不得而知。战秀南投综合报道。